一只小恐龙从山洞里钻出来，却看到一大群外星战舰正在逼近。从上面投掷下来的特殊炮弹，将他们的家园全都钢铁化了。所有的恐龙们开始疯狂逃命，可他们的速度还是太慢了。很快就被呼啸而来的战舰击中，没多久，整个星球都变成了绝地。而小恐龙则因为躲在尸堆里，这才侥幸躲过了一劫。他踩着族人的尸体爬到高处，发现外星战舰正在抽取星球的生命力。为了更好的在这里活动，他们甚至变成恐龙的样子，在这片土地上大打出手，只为了争夺这里丰沛的资源。